圈的。除了拍影片之外，还要拍我们的 Vogue 杂志照。这是我最新的造型，所以要花钱找安装啊。衣服的穿搭要靠自己 ，OK？ 每一秒都要拍到。对呀、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这不是早就跟他讲答案了吗？有丑女人，小心一点。我整个气氛都被你搞的。事实上没有丑女人。对啊，就不需要再问问题，就是这样做完就对了、啊。只要有自信。他就是，他做一做一次给他看，怎么还在担心这个？里面没有穿。小翠。太妙了吧！你小声一点。你好。我们的电视剧。你有点太没有层次了哦，没有层次 ，OK， 要层次。他疯了，他疯了。啊，就说他很天然嘛。他疯了，他疯了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叫天然，不应该叫天天的。知道天然什么意思吗？天然就是自然的、啊。屁呀、啊！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不然你说天然什么意思啊？在日文里面，天然这两个字后面跟一个字哦。什么意思？护理呆。我跟你讲，每一秒都是一张时尚照，所以每一秒你们都要抓到。给他看那个120格有没有？然后截图。这秒拍到吗？再一次。我跟你们说，每一张美照背后都有很多辛苦的人，还有事。好，准备了。动作这样好了，但又不能太刻意。这好像太刻意了，这样子。不要笑。很严肃，严肃，严肃。来，一二，姐的高傲感有拍出来吗？有吗？有拍出姐的高傲？有拍到傲娇感，姐的傲娇。有没有看到时尚界即将要产出一个新的星星了？看完这个影片，大家应该就疯了。这个就是很多女艺人的休息室，好不好？只是你们平常看不到。你以为那些美照都怎么来的？就是这种腔来的。吃到过期的药物。哎，刚刚不是说要备本吗？差不多，怎么玩？对啊，怎么又玩起来？又过了30分钟了。好好好，我要赶快来备本了。快开工了，天然嘛。天然到底什么意思？天然是夸奖吗？来啊，是吗？呆呀、啊，呆，天然呆，那是好事啊。天然呆，我跟你讲，天然呆是平常大部分气质状况，该严肃的时候，我是很严肃的。来，你问问看我们的化妆师，你说是不是？平常是微肃，瞪得严肃，瞪得肃，瞪得肃。来，你说是严肃。我工作的时候很认真，有这回事吗？发抖了，我刚刚不是这样蕊的，这边咔。主持人打人了，看到。跟你们说，主持人脾气通常都很差，只要不顺我们的意，我们就发脾气，发脾气，发脾气。你刚刚那么惊讶，开玩笑的啦。只有你会，只有我不会，才会被他们欺负，他们都欺负我。我要开始背本了，已经是过了一个半小时后了。快背，快背，还在第一页。对，还在第一页。好，假装翻下一页好了。你们的手上有一条白线，那么白线呢会牵着新娘的铁盒，在铁盒里面有一组密码，那个密码是你跟新娘的回忆。你要想看看哦，答对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了捧花。Oh no， 捧花还没有来。答对之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个碎片，那个碎片呢是在我们的桌上的花篮，你要去找符合你自己的花篮。当你把它们凑在一起之后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锦囊，那个锦囊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，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阶段。这主持人是不是有病？对，有病。好，我刚那一段又背完了。新娘之间的重要关键数字，他最常认为就是捧花吗？不是，你会得到一个碎片，那个碎片是现场花篮一角，你必须。哦，他的有。不要骗我。最幸福的主持人达林要邀请我们最幸福的李奖上台来讲讲话，祝福我们新人。还好我平常有在当婚礼主持人，应该是说以前有在当婚礼主持人，所以其实就是可以蛮顺的。干嘛？你干嘛那个脸？
对，但我现在不当婚礼主持人，所以请不要找我主持你的婚礼。为什么不当婚礼主持人呢？因为就像这个影片讲的，婚礼主持人不是这整个活动的主角。我就是当主角啊，就是当主角啊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啦，不玩。好，那我这样吧，你好。